台湾郑老师来讲哈，这是写个上个啊，安那讲上个精彩的一本哈，这已经讲我看过上个精彩的一本哈。别别英语嘛有另外一本哈，那个一本册那是那个哈佛大学哈，那个什么拉蒙哈。托书写哈，看赖哲涵教授做会写一本册啦哈，那像悲剧的二八是吧哈？迄本册呢？伊嘛是写二二八，但是呢，迄本册看过人足少啦哈。啊，事实上你看过了，你嘛袂感觉足趣味的。讲正经的哈，讲正经。啊，这是一次哈，到目前为止啦哈。总共伫中文册也好，英文册来讲哈，要看台湾郑老师哈，这也是迄个二二八事件哈来讲，这本册正经是真正是足精彩哈，一本哈。啊，这本册已经哈，总共五十档啊哈，半世纪啊哈，1964年哈啊，已经一起讲六光年出版嘛哈，啊今年是2014年哈，啊这已经差不多哈，上届无有特别五十档哈，对。我知道，这半世纪以来，哈出版以来，哈，伊唔是干那精彩点啦，哈，所以伊的影响，哈，嘛是伫安那讲伫这个啊，算讲台湾郑老师，哈，这部分来讲，上影响上较大的一本册，哈，所以啊，伫这呢，我感觉足光荣的，哈，有这个机会啊来对伊啊，刚刚加教助，哈，啊个加这个慷慨，哈，我都做这个慷慨，我感觉是非常的光荣，哈，啊，再要补充讲一点，就讲。这本册当初咧写的时阵吼，伊唔是要台湾人看的吼，这唔是要写给台湾人看，是要写给美国人看吼。啊，现在要写给美国人看呢，这就爱讲吼，这按照按迄个美国历史来看啦，吼，就讲中国跟美国的关系，咱讲美中关系啊，中美关系吼来讲吼，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吼，因为要打日本嘛吼，所以开始吼美国跟中国关系啊做笔册吼，伫美国跟中国的关系。啊，按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，都有一个问题，吼，一存在。这个问题就是，到底爱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共产党？吼，啊，这个一直变，一直变，吼，啊，拢一直咧争论这個，吼，啊，这個、一直争论，甲迄个国共内战的时，嘛是咧争论这個，吼，啊，当时，吼，当时啊，最主要因为吼，这两阵的关系啊，所以支持国民党嘛，吼，结果国民党怕输，吼，啊，走来台湾了，吼。在1950年代，哈发生这马卡锡，哈这个哈这个麦卡锡主义啦，哈这个麦卡锡主义伊就开始对哈这个有关哈这较小块有共产党，哈就是讲东京共产党的人，哈啊对于啊成功集中迫害嘛，哈这嘛是一直发展，哈一直个有空年代，哈有空年代啊这个阿兰光对讲。开始吼，这局势有小可变化了哈，而且是简单的美国和中国的一个关系哈，所以伫美国国内内底，那讲到美国和中国的关系，唔是共产党就是国民党哈，你论的时阵，但是呢啊，这个丘吉尔呢哈，这个葛超之伊感觉安尼唔对哈，安尼唔对哈，伫这个中国跟中国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外，各自作重要哈，这个、台湾人哈。无属于中国，哈，台湾无属于中国，嘛无属于国民党，嘛无属于啊，这个共产党，哈，所以呢，要支持台湾人独立，哈，这才是对美国上加符合，哈，这个伊的利益啦，哈，这是美国的国益啦，哈，你若去支持共产党也好，支持国民党也好，这是对美国来讲是上加大的错误，哈，所以伊这本册写这本册上加大的目的。真的是要让美国人看，所以是用英语写，哈，不是用中文写，哈，所以一写出来了。一正经咧啊，伫美国吼，先讲正迄落系啦吼，嘛讲伊上届无第一版吼，第一版拢未完吼，听讲我对伊研究吼，上届无未几啊千本吼，未几啊千本掉啦吼。啊，当然吼，伊伫美国吼，算讲有足侪人看，足侪人买啦吼。啊，国民党看到这本册了，当然感觉足迄个安怎讲足震撼吼，足震撼啊，先安讲。有法度写这本册，啊，佮只畅销吼。当然，对于国民党来讲，特别是伊这本册对台湾留学生的影响足大吼。所以国民党按这本册出来了，佮开始一直咧批判吼，一直咧批判了吼。啊，大哥，迄个陈教授有讲到吼，这个吼，迄个外交部的档案吼，安尼佮1980年代同款吼，迄个王小波吼，就写足侪文章咧批评者吼。啊，佮2000年就换朱鸿源吼。
啊，不要做红人料，佮换迄个叫做啥王成祥哈，嘛、哦、是哈，嘛、哦、是啊、这个、通牌嘛是对伊做陪伴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啊。照你讲，反正伫即台湾郑老师来讲，伊是一本哈，我认为是叫做经典的一面哈，这种经典的书本啦，哈，这是经典名书啦，哈，这是非常特别哈，讲啊，咱该投入哈，去做这个工作。啊，最后特别讲来讲，啊，因为哈，伊这是一个历史的代志啦，哈，啊，有人对伊一挂误解问题哈，所以我感觉讲啊，做一个啊，讲这个历史研究者哈，啊，对一挂可能的误解不的所在啦哈，就讲、是、较清楚的历史是啥物事哈，所以爱加啊，算一个教主哈，这个教主，这个、教主的结果就是像迄、那个大哥迄个夸鲁斯讲的哈，这时间拖足久啊，哈，这拖足久啊，所以这是这本来哈，因作战就做好啦哈啊。但是我感觉讲，较古某一说啦，哈、啊，所以啊，拖遮久，啊，就是这个，这那个规定，我简单补充个只，多谢。